在前几天的时候，因为台风的影响，日本的关西国际机场已经彻底被关闭了。因为这一座机场和岛内只有一座桥梁相连接，但是这一座桥梁现在也已经损坏了，所以机场彻底就变成了孤岛。已经有3000名左右的外国游客被困在了这座机场里面。但是事情发生没过多久，我国驻日本的领事馆就派了专车去机场接中国游客。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跟着领事馆的车离开机场，这个事情让很多外国游客都非常的羡慕。而有一些不明真相的韩国游客还说，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全都先走？等到这位韩国游客了解真相以后抱怨趁，那韩国的领事馆现在在干什么？其实大家在这几年经常能够看到，每当中国人在国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中国都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。这件事情让很多的中国人心里都感觉非常的温暖，即使我们在国外，但依然能够感受到祖国的怀抱。守望天使，2018年9月7日，12、06、14。